咦，我不是请你们师傅过来的呀，哪是你们俩过来的呀？老板娘，就你这点小事还需要我师傅出面吗？就是你的。不是的呀，你们试用的时候我肯定是相信你的，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复杂。你看我屋里把这水龙头装好之后，这纱窗就打不开了，我去找这个装窗户的，他就帮我过来把这个水龙头一拆，这样纱窗就可以打开了。最后就成这样的，装水龙头的师傅把他的纱窗挡着了。我又去找装水龙头的师傅去，他又跟我换回来了，说是别人纱窗装的打不开。老板娘，现在装修风气就是这样子，出了点问题就是互相推卸责任，经理人找到我跟我师弟两个，算是你的运气，房间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师姐的，我十点办事，你放心。这小子现在还挺会打配合。那就麻烦你们俩的啊。他会魔法吧？无法自拔，不懂的。师姐，你看那水龙头像怎样装？这窗户绝对打得开了。哎呦我靠！这些有开关，你要堵什么眼呢？幸好我这衣服防水，不然就被你毁了。我不是看水喷出来的，是要这个窗户打不开吗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就是你要我放心交给你们结果，滚，都给我滚！溜了溜了溜了。